自己如果很多问题，有罪的问题缠绕，自己生命有问题，不要为人安守祷告，因为你的情绪可以影响别人的。所以我们就去处理生命，但我们不是要很怕，有些很怕的，有什么人为他安守都怕啊，就是啊，这个人生命很好，他还是怕，为什么呢？他觉得这样。我们不需要，我一点都不怕邪灵的。你要亲近神，你一点不需要怕邪灵。